靓丽 model 大方秀出正品，一年一度的中部百货周年庆又要开打了。中油百货和新时代购物中心全馆满3000送300，大圆百则是满5000送500。至于化妆品的部分，一样都是满2000送200。我们提供了大约1.6亿的促销费用，准备了大概51000份的来电礼。那当然还有我们客人最喜欢的这个满千送百的活动，还有我们每前面几天的这个品牌日，还有这个来电礼，各种刷卡的加码礼等等。我相信呢，一定会给我们的客人呢非常满意的购物享受。我们的精品的部分，首12日是满10000送500的抵用券。那么在我们 Chanel 跟爱马仕是30000送1500的抵用券。那除此之外哦，在我们今年还特别回馈加码给台中地区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只要全馆单日单笔消费满2000元，就有机会抽中我们宾士汽车一台。为了抢10-80亿元的市场大饼，中部各百货都投下了1亿多元来打行销战，有的让民众抽宾士和钻戒，有的只是来店里和银行刷卡里都能兑换礼券和抵用券来刺激消费买气。Happy Go 卡友的部分哦，我们在周周都有每个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规划我们卡友来店里，只要当日消费满599，再加20元的当日的消费发票，就可以来换得我们为大家所准备的来店里。我们的3C嘉年是天天抽的，我相信整体的促销费用大家的投资都差不多，那我们的奖项会更普及，会更多人受惠。那我先把贴自己要的东西，这样加起来可能12000可以拿到4张的300元的券，就1200，那1200再买后面的商品，这样子，就是拿前面的券去买后面的商品。你有看过这样子，大概跟一般你平常这样普通买市价大概差了多少？市价至少都有差到3000-4000以上。面对周年庆档期，一些采购达人也建议消费者可以先列出购物清单，一次采买半年份的保养品，获得揪团集资，再回馈比例最高的首二日集中采购，并且善用联名卡和馆内集点卡来兑换礼券以及卡友礼，顺便累积红利点数，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到最大效益。记者李展中采访。